人电光火石，蜘蛛人返校日，神偷奶爸，神偷奶爸二啊？是吗？你那天看的神偷奶爸几？神偷奶爸二。那天看神偷奶爸三啊？那是第三集。是电视上，你去电影院看的是那个《神偷奶爸三》，是那个小小兵啊，还有他的双胞胎哥哥还是弟弟？大人，就穿那个白色的。那一个是哪一个名字？什么姐妹？他们是兄弟，三胞胎。他们是，就一个是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名字。你让他戴一个帽子。戴一个帽子？哪有啊？蜘蛛人哪有戴一个帽子？然后他也戴一个帽子。不是啊。然后他没有戴帽子，他太热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就第一晚上跟我睡觉，我跟你说。耶！他这个人，耶，他有了啊！爸爸有啦！有什么啊？戴什么帽子啊？蜘蛛人是戴面罩，好不好？面罩。对啊。面罩是什么？就是他那个面罩啊，你戴那个面具一样。